有一段时间我约会的比较多，然后我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，今天我要跟这个男孩子出去，明天我要跟那个男孩子出去。我的妈妈说，认识不同的新朋友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。我听了，我就问她，妈妈，你说的底线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妈妈说：“就是要保护好自己。”好的，妈妈。